上盖有名的吼，我唔知你古早捌看过哦。古早面顶叫郑重面啦，还是讲郑重声明啦吼？伊就是迄两字郑重，所以是你自细汉看到大汉，定定看到伊的名。伊是古早面顶的名人吼。你忘了一句郑重推荐啊！对对对，我也蛮要推荐谁？等一下看这个特写就知道了。啊，伊比咱搁较灵哈！他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厉害。啊，伊是外省人第二代呀、yeah ，台湾人第一代。啊，台湾人第一代，这刚是的哈，这刚是。这很自然的事情。这个就是。活动伊拢来参加，啊，真感谢！伊今仔要唱什么？今天郑重推荐。好，幸福进行曲。OK。已经唱过了，不过因为有新的意义啊，新的时代，要新的幸福。谢谢大家。
新的时代啊，新的幸福。那么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可是呢，简单的幸福需要一个不简单的政府。明年3月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，重新再把台湾的